来听吹奏，只一听秋水问抚摇。你是何人？我是上天之母。你是天族的人，险些将你给弄丢了。可曾真心爱过？只有弱小的蝼蚁才需要相互慰藉。感情这般无用的东西，除了让人无能为力，还能留下什么？不要把这种恶心又多余的情绪放在心上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便是路人。我不愿见你，也是合情合理。